清晨6:30，42位志工在慈济彭亨联络处集合，坐上长途巴士到吉打，因为隔天就是入金藏的日子。因为要到关丹联络处需要一段路程，所以师兄姐的用心也安排我在就是斯里加耶的托上车，很感恩，就是时间没有这么匆忙。巴士走走停停十几个小时后，终于在晚上10点抵达下榻酒店。一整天的巴车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觉得很兴奋的，整辆巴车都学着入进藏的手语，来到金丝堂这里，场地也非常庄严哦，自己觉得好像在走进佛法里面，所以感觉到整个真是很感动啊。在彩排的当中哦，真的是有很感触啊，发愿文那一段，跟上人发愿就是跟紧上人的脚步，不要懈怠。妙音妙法摄心，人人入金藏，一起力行人间绝有情之路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，马来西亚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。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